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。你今天来干嘛？你今天来这边干嘛？我们今天来访问一个特别的人物，来参观他的工作室。是正妹吗？比我还正吗？我们要来直击直播主的闺房。闺房吗？对。好 ，Let's go。好。他的门怎么都没锁，就直接开了。大浪之行，天下为公。什么意思？大家都一起享受吗？阿妈，你平常都在做什么？你直播在播什么？我的职业是保姆。不是，直播主是我，不是阿妈啦。是阿妈，大家好，我是平安先生。今天的一个小小的直播，快点，快，赶快进来，赶快讲，赶快讲。很好，刚刚好。太亮。是我阿嬤啦，平常工作我都在家里，阿嬤都很帮我准备很多吃的零食给我。啊，不是那个哎、欸，直播主吗？我才是啊，他可以回来。对，是我才是直播主啦，我阿嬤是保姆。哎、欸，怎么都忽略这个先生？他闺房有什么秘密吗？这个就不好说喽。好了，谢谢。走吧。哎、欸，打开就是天上。啊，好好笑哦！这边还有那个耶，这不行哦，这不行，不要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吗？这不行吗？为什么不行？这光头不行，这逼你的。好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，没有，等一下啊！来，我们先进来，哦，真的，等一下。Hello，你要问他说，觉得最自豪的设备是什么？最自豪的设备要关灯才有气氛呐，就是我可以用我的手机去遥控我所有的灯光，它就是直接接续的。然后我后面还有一个，这个叫做量子灯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还蛮特别，它可以有各种颜色的方式去设定，然后这边可以随便去改变出你要的样式。哦，可以颜色也可以去调整。你想要增添一些，就是可能在直播之中，我们需要的一些气氛，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设备去做调整，然后给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官。像我的话，有时候会用 S， 因为我是有一个游戏的电竞战队，然后叫做 S 零战队。哎，你再用一次那个灯光效果好不好？可以啊，这样子，就是这边呐、啊，看得到吗？我手机可以直接去调我要的颜色。假如我抖音系统吗？这个是它内建的。可是它有一个是 microphone 的这个系统，如果当下是有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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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明白哦，对，会有那样子的感觉。灯光的部分是我蛮觉得可以推荐之外，还有一个系统让海带爸来操作一下我的升降桌，好，升降桌嘛，对，这边有按键可以让你去。这有一二三四，对，我有设定一二三四的高度，你可以先一二三。哎，你们这个角度有点猥亵耶。没有啦。好险，海带爸，你已经结婚了。的话是往下，然后这是我设立最低，我一般直播会用的东西。嗨，化工。今天星期几啊？今天星期五，你是想要录个镜吗？你不要找个理由进来。我刚才看到后面有个音响，其实我个人对音响比较有兴趣。它的音质怎么样？我放首歌好了。好，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哦，就是我平常会直播或剪影片所用到的音乐。现在买这个有多少钱？这个吗？3000左右。很便宜耶！啊，这个柱子嘞？26000。对，可以买六个喇叭。灯的话，这一颗有点贵呢。这一颗台湾要的话要500块。一颗500块，所以这几颗？对，我这边是6、7、8、9。哦，直播主好有钱哦！我们转行了，不行这样子啊。那你还有什么配备想跟我们大家介绍？配备想介绍的吗？应该就是截取的吧。只要是平板游戏，我们必须要把画面用到我的电脑上面。所以您说平板 HDMI 接进来，然后再从这里再 out 到电脑里面去，然后你的声音跟你的画面就它需要搭配什么软体吗？它只要用 OBS 的内建就可以接续到它。OBS， 所以你们今天的课程就是教你们用会直播。所以你最多这上面会有几个画面？因为我看这边还有这一个，这摄像头是照我们的，因为有些观众会想要看，像看我邻居的帅表、帅气的脸庞之类。你不要吐。没有，我一直很想咳嗽，我终于抓到机会可以咳。对，所以你的画面会美肌吗？然后会调肌肉吗？完全不会调。哦，哎，你不是要椅子也要介绍吗？把你的屁股秀出来，快点。没有屁股，这个后面
就是有可能坐太久的时候会需要调整一下。后面这个是要干嘛的？这个可以往前推。哦，对对，它你现在是往后缩嘛？哎，请问你们现在是自入行销吗？我是自入行销，我有在卖这些了。对，大家如果想买的话，直接问我们海带爸，我做就可以。一个重重的老人家会不会？屁股感觉如何？头可能要降到这里这样子，就跟车子是一样。这里其实包覆性很好，来开车啦，包覆性不错，它还可以往后一点点。对，你平常啊都是怎么直播的？平常直播的话，我会利用荧幕的电脑，然后设定一些 OBS 的设置，待会儿就会跟海带爸一起 PK 一下我在直播的一个游戏 PK， 待会儿我会教你怎么去使用。然后你也可以在利用游戏之间跟我们的观众互动。可是他不会玩游戏耶。没关系，就是要让他看他玩游戏的样子。你们一下就死了。他会一直重生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哦、oh, ，对，你这样算是业配吗？不算业配啦，不过明天我有赛品，大家可以来看。哦、可是要怎么使用？他必须用手指在上面。用手指在上面，这样子。对，我待会会用一个配置给你，就是一开始新手会用的配置，就看到什么就打什么，因为我们待会打是 AI。然后我们待会就是进行直播，要准备直播咯，各位。所以进去是我们的吗？是你们直播。那要跟粉丝讲一下吗？我待会开播，你们可以前面你可以花一两分钟跟大家说。电脑部分就是按下这个绿色的，我们刚刚有把伺服器跟金钥就 OK 的话，按下去，画面就会直接从这里转到这里来。有哎，画面已经确定过来这里了，只是画面有点小小模糊，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开启直播行业。如果开启直播行业，可以到1080。那我们现在不算吗？现在还不算，所以大家需要多支持我们的海带吧。按赞变多，订阅按变多之后，它直播量多了。就会有一些合约到了，就他就叫你去签约，变成身心就会有赏心活动。所以你们观众想要赏心的朋友们，多支持海带爸就可以抖内给他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可以抖内哦。那我们就按下这个开始直播，这样就直播了吗？这样就这样就变直播组了耶！哇，直播组，海带爸，这边海带爸这边，我们这边看到他这边有直播了。哦，对。有没有？是的，然后上面就可以看到你的粉丝量，在上面目前有三个人，三位，哇，好开心哦！三个人，你要看这个不是看我、哦、？Hello， 有三位。哎、欸，他开始要玩游戏了，是的，没错。然后就开始了嘛？还没，正在进入游戏画面。耳机要戴着，戴着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方向键，就是移动的意思，对，可以移动。哦、没有，你要按着它往前，然后让它直走是往那边。哦，直走。哎、欸，直走往那边。哎、欸，那个跳出来了。没事，可以的。然后开枪按着，对，靠近他，你要瞄人，你有瞄人吗？可以，哎、欸，感觉还蛮有趣的。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什么声音蹦蹦蹦的那种效果、啊？哦，声音会在游戏里面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被干掉了？被干掉了，不过还可以过。是几秒？可是我觉得我的手脚不灵活哎。加油！我觉得海大宝好像瞄准的时候他也会跟你走。你看他的动作很滑稽。然后像没有子弹，对，变刀，很细。可以，在旁边。你觉得他手忙脚乱？在前面。还有过头，拉过去。为什么你这么灵活？哎，因为我玩这游戏玩很久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射击。来，你来，瓦力。我不要。天天太累。你来。你就看我出一张嘴嘛。那你觉得就是直播跟那个一般的上班，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生活？当然是直播生活，因为自己是老板嘛，我自己开多久是由我自己开。如果今天有人懂那两千块，那我就等下就不用开了。没有，可是还是要维持我一定的直播量，因为我不可能因为我今天开播，我明天就不开，这样子我的观众可能会去看别人台。然后我的观众就会慢慢的流失掉。那身体不舒服，你还是得开直播。有可能就会停播。如果你今天状况不好，表现不好，因为我的话，你也知道，男生就是必须要有一点搞笑或者是实力。实力他有唱秋、哦。我是全国第三，可以全国第三。然后现在目前是赛品，专门做讲解游戏，就是你们看棒球那种赛品一样。哎，爸爸你赢了。你赢了。你刚刚31-33，所以你赢了。有，你很有当我们比赛的选手，恭喜你签约。开玩笑。我发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哎，所以你平常直播都是玩这一台？对，有时候会电脑的，因为大部分都是用平板。哦。平板游戏。订阅、按赞、海带爸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没有抖一下？抖一下，我没办法抖啦。没有抖了。你们要看一下我的设备。好， okay, 当然的。Go。不是，我是很严重的，喂，不是看到你面色被
吗？不是，是你的设备不对，烂透了。这里啊，按定人的话，我就让一个四十岁的老人家侧翻给你看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。